今年他们这天儿啊是真怪了，你多的在北京见过六月份刮这么大的妖风啊，好几次了。大伙儿说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啊？也没人出来解释解释。这他妈北京城啊，今年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这天儿都怪了，邪了门了。六月啊，不该这么热，因为没到三伏天，也不该老下雨，因为也不是雨季，更不该刮这么大的风。结果啊，还都赶一块儿了。别较劲，别抬杠啊，反正我是真没见过这景儿，这么极端的天气现象如此频繁的出现，谁出来给解释解释是为什么呀？好让大伙儿啊，这日子过得也能踏实安心。他妈北京今年这天儿啊，可是太怪了，这妖风啊，太邪乎了。北京啊，是春秋天刮。刮风，冬天刮西北风，唯独就这夏季不刮风。今年六月这几场狂风啊，给这北京城里头不少这老树，不说百年也有几十年的这老树啊，愣是给刮断了，有的啊甚至是连根拔起。听说后海颐和园这种有湖有水的地儿啊，更是重灾区。老天爷您这是要干嘛呀？